我们现在国小又在停课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全校停课啊，那所以我们又再继续线上学习了。七天，而且是，我记得是我们这边地区很几乎四五间学校全部都停课哦。我们现在已经全校。对啊，啊你们现在在等什么？等老师上课。等老师吗？老师应该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吧？应该是等大家到齐吧。那是8:45才上课。8:45。同学都有些都陆陆续续来嘞。哎，又来几个人。哎，你看有谁来了？你讲一下。梁志明，不知道谁。何许陈友文，他这也不知道是谁。老师啊。林燕。吴启明，不是啊，是吴文婷。还有什么？卢之友。还有。之友。哎，还有心仪。对啊。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。对啊，他们应该慢慢陆陆续续都来了。好像是要这几排填满之后才这边才会有。哦，那你今天早上第一节课是什么？数学课。对对对。然后第二节课呢？国语哦。嗯。今天是上半天吗？一整天？半天。又星期四，对。那你早上吃什么呢？吐司。还有什么？我想看哦。吐司、热狗。哦，对对对。炸饺。炸饺？那是炸饺。对啊，你觉得是你喜欢线上学习还是直接去上课比较好？去上课是太宕了。太宕机。昨天上体育课，老师放里面完全那个看不懂他在做什么。宕机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回到学校上课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？那学校上课的网络都很顺。那不用网络啊，就直接面对面了。又来了，欢迎，整个声音很荡的。这是第一星期一要上的课程内容，线上教学。那你很期待跟同学的互动吗？你说线上？对。我觉得不太行。不太行哦。哇，那真的很荡哦。还有什么？好惨哦。因为没办法啊，因为线上学习就是会有网络的问题啊。然后你就这样听起来有点像那个魔咒。